这可靠谱。哦，树上手的，别接到我。我。大姐、大嫂，来带你们看一个宝贝，这个呀就是凤梨，比菠萝要甜好几倍，不用泡盐水，削皮啊就可以吃了。没见过的，帮我点个赞，点个赞，几块一斤，我就给你发一下。一、二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这个就是传说中980个的爱媛果冻橙吗？980个，那是土豪吃的吧？在我们产地啊，满树都是，价格呀可便宜了。你瞧瞧，每一个都是这种皮薄汁水足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帮我点个小爱心，我呀让你们都能吃上咱们这种新鲜又健康的果子。哇，棒炸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还可以。朋友们，我相信啊，大棚种的草莓你们都吃过，像这样我们露天种植的草莓你们有吃过吗？露天种植的草莓啊，吸收的阳光更多，所以说它的口感呢要更加的甜一点，更加的健康一点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这样的草莓啊，送我一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你们。我猜啊，你们几个月没吃过羊角蜜了吗？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羊角蜜都是树上熟的，现摘的。今天又切100多个橙子，也没见你卖个几箱啊。有本事你来卖呀，家里面橙子全都要熟烂在树上了，你说我不卖怎么办啊？像这么好的橙子，我就挂下方购物链接，10多块钱给你们包邮发满满一大箱，喜欢吃的朋友送我一个小爱心吧。这个东西啊，你一定没吃过吧？这就是水果界的灌汤包，看一下朋友们，在我们产地啊特别多，好多都熟在树上了，没人来收。特别的，看一看，这个呀就是我们的金钻凤梨。这样的凤梨啊，特别特别的甜。来，我削一个给朋友们看一看。哇，汁水特别特别多。哇，刀刀流汁水啊哈。啊，这样的菠萝，来看看，特别特别甜。甜。哇。哦，棒炸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看。还可以。来，给你们介绍一款你们没有见过的水果，这个就是我们广西的玉美人白薯，它呀洁白如雪，看漂亮吗？又甜又甜。啊，这果子熟了啊，打开看一下啊。朋友们先别划走，看一下这么绿这么丑的水果你们吃过吗？像疙瘩一样，但是这种水果特别的甜。哇塞，这个裂开了，直接打开看一下吧。哇塞，奶白色的果肉，水果冰淇淋，知道了评论区打出来。超级甜。哎呦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么多果子，也能吃没有？哎呀，好甜啊！啊，太爱吃。